从和陈思诚重归于好，佟丽娅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不少。最近还少女心大发的跟着潮流玩起了脱脸纱，还自带猫咪即视感。不过佟妈妈版脱脸纱没有娇羞感，竟然还一脸嫌弃的推开了别人的手，最后干脆自己脱脸变成了一朵小花。难道是心系儿子朵朵的缘故？这样子的佟丽娅也是 real 可爱啦。You can count on